收到铝箔封口机，收到机器以后呢，铝箔封口机是跟旋盖机的传动带是在一起的，这个它是在桩上不动的，你看这个是这样装的。另外，它这边是装这个风头，这里有两个螺丝孔，然后从这边打螺丝，装螺丝上去。螺丝在哪里呢？螺丝是在这个上面，到时候收到去把这两个螺丝拆下来，然后从那个从这个杆上面给它钻过去，把这个风头装上去。另外，这个机箱机壳可以放在这个空余的位置，放在旁边。这个中心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风头的中心点就是带瓶盖的正中心的位置，就是等调节的时候对着瓶盖正中心的位置，它这个好铝箔封口。这个它是可以调节那个装好风头以后，它可以调节风头的一个高低。调好高低，调好这个中心点，就是瓶子的中心点，对着刚刚那个风头上面一个箭头中心点，这个护栏根据瓶子调节护栏的一个松紧。开关的话就很简单了，这个开关的话就是把这个电源插上，把这个开关打开就可以。